是学中文，听得越多，学得越好。大家好，叮，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一集语法课。叮，叮，我们来讲讲还是这个词。还是。对了，还是。你喜欢中国还是中国菜？我喜欢。哎，这个问题没法回答。我喜欢中国，我也喜欢中国菜。哦，你两个都喜欢是吧？两个都喜欢。哦，看来我的问题问的不太好。嗯，那你喜欢喝热水还是喝冰水？冰水，我喜欢喝冰水。你喜欢喝冰水？对，我喜欢喝冰水。你是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啊？中国人不都喜欢喝热水吗？我喜欢喝冰水，我是一个喜欢喝冰水的中国人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嗯，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还是还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用法。对，就是在中文一的时候你会学这个还是。对，就是在问别人你要做什么选择，你爱我还是爱他，你喜欢冰淇淋还是蛋糕，是我漂亮还是你妈漂亮？你是喜欢白色的车还是蓝色的车？嗯，你是喜欢苹果手机还是三星手机还是华为手机？对，这个是最简单的用法。嗯，你是喜欢 Facebook 还是喜欢 Instagram？ 我们可以不说了吗？好，现在今天我们会给大家讲的是几个还是的其他的用法。对，更难一点的，更高级一点的用法。还是。嗯，对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三种用法。嗯，好，先说第一种吧。对了，我们在说的时候呢不会用英文，但是我们会给大家比较多的例子。嗯嗯，而且这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如果好好听会听懂。那我希望，我们希望你可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可以自己总结出来，自己知道这个还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的意思和用法是什么。嗯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才是学习语言的最好的方法。对，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是这么学会还是这个词，对不对？对。比如说早上我说，儿子过来，妈妈给你穿衣服。不行，我自己穿。妈妈给你穿吧。我自己穿衣服。哎，先自己穿吧。嗯，哎，你看你这穿的这个这都穿反了啊，这个胳膊，左面的胳膊应该，这个袖子应该套到左面的胳膊上，你套到了右边的胳膊上。我衣服穿反了，没有。哎呀，你穿的不好，还是妈妈给你穿吧啊。叮。嗯，早上我说，儿子过来，妈妈给你穿衣服。不行，我自己穿。妈妈给你穿吧。我自己穿衣服。哎，先自己穿吧。嗯。哎，你看你这穿的这个。这都穿反了啊，这个胳膊，左面的胳膊应该，这个袖子应该套到左面的胳膊上，你套到了右边的胳膊上。我衣服穿反了，没有。哎呀，你穿的不好，还是妈妈给你穿吧啊。叮。嗯，早上我说，儿子过来，妈妈给你穿衣服。不行，我自己穿。妈妈给你穿吧。我自己穿衣服。哎，先自己穿吧。嗯。哎，你看你这穿的这个。这都穿反了啊，这个胳膊，左面的胳膊应该，这个袖子应该套到左面的胳膊上，你套到了右边的胳膊上。我衣服穿反了，没有。哎呀，你穿的不好，还是妈妈给你穿吧啊。叮。嗯，对啦，所以这个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例子。这也是今天我们说的还是的第一个用法，你要记住了，叫还是一。嗯。叮。我试了这么多衣服，我觉得这件蓝的挺好看的，我再试试这件黑的。哎，黑的好像也可以，我再试试这件粉的。嗯，我觉得这件粉的穿在我身上最好看。哎，我还是选这件粉的吧，还是买这件粉的。叮。我试了这么多衣服，我觉得这件蓝的挺好看的，我再试试这件黑的。哎，黑的好像也可以，我再试试这件粉的。嗯，我觉得这件粉的穿在我身上最好看。
我还是选这件粉的吧，还是买这件粉的。叮。我试了这么多衣服，我觉得这件蓝的挺好看的，我再试试这件黑的。哎，黑的好像也可以，我再试试这件粉的。我觉得这件粉的穿在我身上最好看。我还是选这件粉的吧，还是买这件粉的。叮！哎呦，在家待着，身上都发霉了。我想出去玩一玩。哎，你确定吗？我挺想出去的，因为我在家太无聊了。但是今天外面下雨，而且这个新冠疫情很严重，你还是别出去了。待在家里吧。叮。哎呦，在家待着，身上都发霉了。我想出去玩一玩。哎，你确定吗？我挺想出去的，因为我在家太无聊了。但是今天外面下雨，而且这个新冠疫情很严重，你还是别出去了，待在家里吧。叮。哎呦，在家待着，身上都发霉了。我想出去玩一玩。哎，你确定吗？我挺想出去的，因为我在家太无聊了。但是今天外面下雨，而且这个新冠疫情很严重，你还是别出去了，待在家里吧。哎，今中午吃什么呀？今天中午吃鸡蛋炒饭吧，我来做。哎，那鸡蛋炒饭不是这么做的，啊，我做的不对你吗？要先把鸡蛋煎一下。你怎么直接把鸡蛋倒到饭里了？哎，你不会做，还是我来吧啊。好吧。哎，今中午吃什么呀？今天中午吃鸡蛋炒饭吧。我来做。哎，那鸡蛋炒饭不是这么做的，啊，我做的不对你吗？要先把鸡蛋煎一下。你怎么直接把鸡蛋倒到饭里了？哎，你不会做，还是我来吧啊。好吧。哎，今中午吃什么呀？今天中午吃鸡蛋炒饭吧。我来做。哎，那鸡蛋炒饭不是这么做的，啊，我做的不对你吗？要先把鸡蛋煎一下。你怎么直接把鸡蛋倒到饭里了？哎，你不会做，还是我来吧啊。好吧。叮。我今天很想吃三文鱼，我想吃生的三文鱼。你想吃生鱼片儿是吧？对，生鱼片儿。哎呦，现在疫情挺严重的，我觉得生的东西都不太干净，最好做熟了吃，你还是别吃生的了，等疫情过去了再吃生的吧。好吧，叮。我今天很想吃三文鱼，我想吃生的三文鱼。你想吃生鱼片儿是吧？对，生鱼片儿。哎呦，现在疫情挺严重的，我觉得生的东西都不太干净，最好做熟了吃，你还是别吃生的了，等疫情过去了再吃生的吧。好吧。叮。我今天很想吃三文鱼，我想吃生的三文鱼。你想吃生鱼片儿是吧？对，生鱼片儿。哎呦，现在疫情挺严重的，我觉得生的东西都不太干净，
最好做熟了吃，你还是别吃生的了，等疫情过去了再吃生的吧。好吧，还是的第二个用法，还是二丁。丁。哎，我最近在学中文，你有比较好的学习中文的这个播客推荐的吗？这你可问对人了，我听过很多学习中文的播客，比如说跟王老师学中文啦，比如说快速中文啦，比如说 Lisa 中文啦，比如说听故事学中文啦，在这么多播客里面，我告诉你，还是听故事学中文最好。哦，好，叫什么？听故事学中文，听故事学中文，好，我记下来，我也去听一下。丁，丁。哎，我最近在学中文，你有比较好的学习中文的这个播客推荐的吗？这你可问对人了，我听过很多学习中文的播客，比如说跟王老师学中文啦，比如说快速中文啦，比如说 Lisa 中文啦，比如说听故事学中文啦，在这么多播客里面，我告诉你，还是听故事学中文最好。哦，好，叫什么？听故事学中文，听故事学中文，好，我记下来，我也去听一下。丁，丁。哎，我最近在学中文，你有比较好的学习中文的这个播客推荐的吗？这你可问对人了，我听过很多学习中文的播客，比如说跟王老师学中文啦，比如说快速中文啦，比如说 Lisa 中文啦，比如说听故事学中文啦，在这么多播客里面，我告诉你，还是听故事学中文最好。哦，好，叫什么？听故事学中文，听故事学中文，好，我记下来，我也去听一下。丁，终于回来了！哎，你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！哎呀，你去做什么累死了？我了！哎，我这不带着两个孩子去小区里转一转嘛，他们在家待着太无聊了。哦，哎呀，热死了！哎，大热天的，其实还是在家里待着舒服。那来喝杯水吧。哎呀，好，好的。叮。终于回来了！哎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！哎呀，你去做什么累死了？我了！哎，我这不带着两个孩子去小区里转一转嘛，他们在家待着太无聊了。哦，哎呀，热死了！哎，大热天的，其实还是在家里待着舒服。那来喝杯水吧。哎呀，好，好的。叮。终于回来了！哎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！哎呀，你去做什么累死了？我了！哎，我这不带着两个孩子去小区里转一转嘛，他们在家待着太无聊了。哎哦，呀，热死了！哎，大热天的，其实还是在家里待着舒服。那来喝杯水吧。哎呀，好，好的。丁，给你个西红柿吃吃吧。你看这西红柿，这颜色挺好看的，感觉挺好吃的。哦，哎呦，这个西红柿香啊！有一种很自然的味道，有点酸，但有点甜。哎，这西红柿哪儿来的？这西红柿是奶奶种的。哦，难怪。要说这蔬菜呀，还是自己家种的最好吃。对，蔬菜还是自己家种的好吃。对，外面买的都是化肥催的。对，没味道。丁，给你个西红柿吃吃吧。你看这西红柿，这颜色挺好看的，感觉挺好吃的。哦，哎呦，这个西红柿香啊，有一种很自然的味道，有点酸，但有点甜。哎，这西红柿哪儿来的？这西红柿是奶奶种的。哦，难怪。要说这蔬菜呀，还是自己家种的最好吃。对，蔬菜还是自己家种的好吃。对，外面买的都是化肥催的。对，没味道。
叮，给你个西红柿吃吃吧。有这西红柿，这颜色挺好看的，感觉挺好吃的。哦，哎呦，这个西红柿香啊，有一种很自然的味道，有点酸，但有点甜。哎，这西红柿哪来的？这西红柿是奶奶种的。哦，难怪。要说这蔬菜呀，还是自己家种的最好吃。对，蔬菜还是自己家种的好吃。对，外面买的都是化肥催的。对，没味道。叮。哎，儿子，来吃饺子啦！饺子好了。哎，吃饺子！嗯，今天我哎，妈包饺子了。对你快点，小心吹着吃啊，别烫着。妈，要说饺子还是你包的好吃。是啊，当然妈妈包的饺子最好吃了。你看你平时一个人在外面上学，平时就买点速冻饺子，那能好吃吗？都是冻的，而且那里面的蔬菜肉都不新鲜了。当然是妈妈包的最好了。对，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。叮，哎，儿子，来吃饺子啦！饺子好了。哎，吃饺子！嗯，今天我哎，妈包饺子了。对你快点，小心吹着吃啊，别烫着。妈，要说饺子还是你包的好吃。是啊，当然妈妈包的饺子最好吃了。你看你平时一个人在外面上学，平时就买点速冻饺子，那能好吃吗？都是冻的，而且那里面的蔬菜肉都不新鲜了。当然是妈妈包的最好了。对，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。叮，哎，儿子，来吃饺子啦！饺子好了。哎，吃饺子！嗯，今天我哎，妈包饺子了。对你快点，小心吹着吃啊，别烫着。妈，要说饺子还是你包的好吃。是啊，当然妈妈包的饺子最好吃了。你看你平时一个人在外面上学，平时就买点速冻饺子，那能好吃吗？都是冻的，而且那里面的蔬菜肉都不新鲜了。当然是妈妈包的最好了。对，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。叮，哎，咱们给儿子找个中文的动画片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哎，这个《喜羊羊和灰太狼》怎么样？这个喜羊羊灰太狼，我觉得有点暴力。嗯，是，嗯，不太好。那这个呢？大耳朵图图。大耳朵图图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我没看过。我不太喜欢这个大耳朵图图妈妈说话的声音。哦，哎呀，那给他找个什么看呢？还是给他看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吧。对，要说动画片儿哈，我觉得还是90年代或者是更老一点的动画片儿更好看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我同意。那好，那咱们就给他看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》。叮，哎，咱们给儿子找个中文的动画片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哎，这个《喜羊羊和灰太狼》怎么样？这个喜羊羊灰太狼，我觉得有点暴力。不太好。那这个呢？大耳朵图图。大耳朵图图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我没看过。我不太喜欢这个大耳朵图图妈妈说话的声音。哦，哎呀，那给他找个什么看呢？还是给他看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吧。对，要说动画片儿哈，我觉得还是90年代或者是更老一点的动画片儿更好看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我同意。那好，那咱们就给他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。叮，哎，咱们给儿子找个中文的动画片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哎，这个《喜羊羊和灰太狼》怎么样？这个喜羊羊灰太狼，我觉得有点暴力。不太好。那这个呢？大耳朵图图。大耳朵图图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我没看过。我不太喜欢这个大耳朵图图妈妈说话的声音。哦，哎呀，那给他找个什么看呢？还是给他看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吧。对，要说动画片儿哈，我觉得还是90年代或者是更老一点的动画片儿更好看，你觉得呢？对，我同意。那好，那咱们就给他看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》。还是的第三个用法。还是三。叮。哎，我这电脑怎么打不出来字儿了？打不出来吗？对啊，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儿？来，我来帮你修一下你的电脑，把它重启一下，应该就好了。你看，再试一试。
哎，还是不行啊。还是不行。对。这有点奇怪。叮。哎，我这电脑怎么打不出来字儿了？打不出来吗？对啊，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。来，我来帮你修一下你的电脑，把它重启一下应该就好了。你看，再试一试。哎，还是不行啊。还是不行。对。这有点奇怪。叮。哎，我这电脑怎么打不出来字儿了？打不出来吗？对啊，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。来，我来帮你修一下你的电脑，把它重启一下应该就好了。你看，再试一试。哎，还是不行啊。还是不行。对。这有点奇怪。叮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不吃饭呀？我想阿强了。阿强，你不是和他分手了吗？可是我觉得我还是爱着他的。叮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不吃饭呀？我想阿强了。阿强，你不是和他分手了吗？可是我觉得我还是爱着他的。叮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不吃饭呀？我想阿强了。阿强，你不是和他分手了吗？可是我觉得我还是爱着他的。叮。哎，老公，你看我这头发，你知道，自从我生完孩子以后啊，我这头发都掉了，你看大把大把的掉。哦。然后后来我就用姜涂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说用姜涂在头皮上会帮助头发长出来。怪不得我们家姜都没了。嗯。对啊，我一天涂三次。嗯。可是这都一个月过去了，好像头发还没长出来呢。对啊，头发还是没长出来。嗯，还是没长出来，我怎么办呢？叮。哎，老公，你看我这头发，你知道，自从我生完孩子以后啊，我这头发都掉了，你看大把大把的掉。哦。然后后来我就用姜涂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说用姜涂在头皮上会帮助头发长出来。怪不得我们家姜都没了。嗯，对啊，我一天涂三次。嗯，可是这都一个月过去了，好像头发还没长出来呢。对啊，头发还是没长出来。嗯，还是没长出来，我怎么办呢？叮。哎，老公，你看我这头发，你知道，自从我生完孩子以后啊，我这头发都掉了，你看大把大把的掉。哦。然后后来我就用姜涂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说用姜涂在头皮上会帮助头发长出来。怪不得我们家姜都没了。嗯，对啊，我一天涂三次。嗯，可是这都一个月过去了，好像头发还没长出来呢。对啊，头发还是没长出来。嗯，还是没长出来，我怎么办呢？叮。哎，写。你干嘛呀？练写字啊，明天有听写考试。明天考试啊？对啊，老师要听写一个表表面的表。哎呦，这个字好难写啊，我练了七八十遍了，我还是记不住。你还是写不出来啊？还是记不住，笔画太多了。那这个字是有点难。叮。哎，写。你干嘛呀？练写字啊，明天有听写考试。明天考试啊？对啊，老师要听写一个表面的表。哎呦，这个字好难写啊，我练了七八十遍了，我还是记不住。你还是写不出来啊？还是记不住，笔画太多了。那这个字是有点难。叮。哎，写。你干嘛呀？练写字啊，明天有听写考试。明天考试啊？对啊，老师要听写一个表面的表。哎呦，这个字好难写啊，我练了七八十遍了，我还是记不住。你还是写不出来啊？还是记不住，笔画太多了。那这个字是有点难。语法点还是讲完了。听故事学中文，听得越多学得越好。今天是语法点还是的三种用法。没错。
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您去 iTunes 上给我们写好评，也欢迎您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，同时请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您的老师、朋友、家人和同学。没错，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加入我们，成为我们的 patrons， 帮我们把听故事学中文做成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中文学习的播客。欢迎你们给我们写好评写好评写好评。对了，如果这期节目听完了你还是不知道还是的用法，那请你再去听一遍这一期的节目。也欢迎你们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，再见。